反正现在最多人聚在一起的地方，常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，一直都从出道到现在28年，就是化妆间，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，他们可能比哪一个部门还了解我们。这个部门里面很让大家有一种乡土的精神在里面。是什么人塑造了你心目中的新加坡？请与我们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您的故事，记得 #ThisIsUs。